吃饭的地方，快坐。哎，老板，我不是租房来的，我是想问一下，你这收不收大米？老板，这都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大米，可好了，你买点吧。刚买了，下次吧，下次吧。老板，你再看看吧。老板，你这最便宜的是什么呀？青菜面，3块钱一碗。那来一碗吧。好，青菜面好了，吃吧。嗯，吃吧。你先在这吃，别乱走，妈妈去其他地方看看。钱？你给我钱干什么？还给我家里吗？你这也不够啊！干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家今天最后一袋米了，你不知道吗？爸爸没有碗，我用手机拼图。我没点这个，这是送给孩子吃的。来，拿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米我买了，不用这么多，不用这么多。还有下次的，快拿着吧。